哥，开门呐！谁呀？哎妈，彪咋的了？哎妈，彪咋的了？彪啊！哎呀，哎这委屈的，来来坐这坐这坐坐，快跟哥说说，咋回事啊？我吧，啊，我给我媳妇织个毛衣啊，领织小了，给她脖子勒上了，指甲给我按地上一顿削我。哎呀，彪啊，没看出来你还会织毛衣呢。啊，我以前织的平针，这花针是新学的。来，彪，你先把毛衣放下啊。不是哥笑话你，你这织毛衣是男人干的活吗？啊，在家是不是没当过男人呢？来哥家来啊，哥就给你打个样，行不行？什么叫做真男人？出样！干啥呀？我兄弟小彪来，没看着吗？啊，小彪来了。跟谁俩呢？家来人不表示吗？鞠躬。嫂子好。叫你坐也没让你鞠啊，让他鞠。安排你的活办没完？啥事儿啊？卫生间瓷砖抠回来擦干净再镶呢，这事儿办没办？我马上就去办。什么叫马上就去办？没办就是没办的。立正，收拾，立正。哥，这力度行不行？哇，再跑就撞死了。哎，哥在家都这么玩风度。妈哥啊，你真爷们儿。必须的，军事化训练这都是皮毛啊。啊，兄弟彪来了啊，饿了，限你4分钟之内必须做好8菜1汤。兄弟爱吃饺子哈，再来盘饺子，听着没？好的好的好的，快跑起来，快，时间已经过去30秒了，就你这么快快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哥呀，嗯，嫂子4分钟能做完吗？你才咱家又管那个吗？咱哥俩想吃他就得做，什么做完做完做就得快。哥那啥，我不吃了，我得回去了，吃好了给我媳妇试。不是怎么的，你试完了你媳妇还削你啊？回去啊。哎呦我要不要，你就这能耐吧。哎呀妈呀，还给媳妇试，他又给媳妇试试。臭不要脸的，刚才有点过了哈。哎别坐，热乎了。哎，太讲究，太给面了啊，太给面了！别生气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求等你了啊！你妈呀，这仙球咕噜出去了！媳妇媳妇，这毛裤啊，马上就撕口啊，就按你大腿型撕的，爱谁谁呀、啊，绝对勒不着你啊，媳妇放心吧啊！你不是我的大兄弟，你哥呀，他这不是怕媳妇儿，两口子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包容，你哥呀这是爱我、是不是感人，太感人了，又知错了。好，谢谢三位，来我们直接听一下我们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，好吧？我觉得挺好，代入感很强，啊，尤其结婚的观众看完以后哈，我觉得女孩子都爱看这个。接下来就要问问沙溢老师了，在前一期，我采访过胡可老师，我说那沙溢哥怕您吗？哎呀，大胆，他还怕我？掐不死他啊！当然，这是我演绎的，我演绎的。生活当中，您怕老婆吗？
咱东北爷们怎么可能怕老婆呢？哟，哎呦，啊，用不用哥打个样给你？哎呦，你跑这打样来了？你看你，嗯，30秒包饺子，快快快快！说实话，您怕不老婆？不是怕吧？嗯，尊重。哟。说白了，我善于讲道理，因为要跟你讲道理。是啊，谁是不讲道理？出来了吗？对，我们家那是讲道理的，有的是不讲道理。为什么说您不讲道理？您打沙溢哥呀？挑起战争来了，对吧？沙溢什么意思啊你啊？我们俩也是识大体的人。真的。好了，咱们别挑起这个两家的矛盾。咱说作品吧，咱说这个，说作品吧，说作品吧，说说作品。嗯。